60分食物汉堡，我是30分食物可乐，我是100分食物蔬菜。我要60分的汉堡宝宝，太可爱了！我是第一个被领走的食物宝宝，我最喜欢喝可乐。我要30分的可乐宝宝。哇，我也要住院了！哇，我可是100分蔬菜宝宝，怎么没有人喜欢我呢？我喜欢你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我跟你走。小小宝，我饿了，快做汉堡给我吃。看我的吧，汉堡魔法！哇，这么多汉堡，我吃我吃。主人，你慢点吃，汉堡要多少有多少呢？太好了，汉堡宝宝，你是最好的食物宝宝。可乐，可乐，买一送一，快来买呀！哥哥，我要喝可乐。没问题，这些我全要了，给你金币。哇，一下就挣这么多金币呀！可乐宝宝，你快再变一些。没问题，可乐魔法。可乐宝宝，你真厉害。小雪，你怎么吃这么多蔬菜啊？这是蔬菜宝宝做的营养餐啊。什么破营养餐，我要能有我各种口味的汉堡好吃吗？我的汽水宝宝也帮我赚了这么多金币呢。难吃又不会赚金币，蔬菜宝宝你真没用。我不信。才不信呢，我的蔬菜宝宝是最厉害的宝宝。我们才不信呢，蔬菜宝宝就是最厉害的，可乐宝宝才最厉害。不对，我的汉堡宝宝才是最最最最厉害的。都不要吵了，小雪的蔬菜宝宝最厉害。凭什么？让回忆之镜告诉你答案吧。救命啊，医生，快救救我弟弟吧。我牙好痛啊。哎呦，我肚子怎么也这么痛啊？让我来检查一下。你们怎么喝这么多可乐，会腐蚀掉牙齿和肠胃的。先打一针吧。打针？不要啊，我们再也不喝可乐了。喝太多的可乐会让人生病。汉堡可不会让人生病，为什么汉堡宝宝不是最厉害的？大宝，称一下体重就知道了。称就称。120斤了，我怎么变这么胖了？都是因为你只吃汉堡才变成这样的。你们再看看蔬菜宝宝照顾的小雪，健康又阳光。现在你们知道谁才是最厉害的食物宝宝了吧？